OK，大家好，我 DJ 阿周，在2023年9月14号晚上，跟小安走在南京东路下雨的步行街道上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南京东路步行街，走着走着，还有湖景，还不错，很漂亮。没有很多人，绕一圈吧。对啊，方言哪里啊？冷的，冷的，南京冷风。